拜曾仙台沐浴过神血，吞噬过神骨，烙印过神魂。哦，木神之战。上去吧。明皇子，众生之门是什么？众生之门是造化万千所在，传说万物生灵就是从众生之门中孕育而出。如果能进入这众生之门里面，能获得无穷机缘。关于众生之门的信息，我也只是从日月神朝中的古老典籍中得知一二，其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有关众生之门的其他信息。我是听说白梦珠的大名故而前来，江湖中都说他是东南主域最清道之人，本想和他坐而论道，没想到他竟然不在。既然这场盛会没有主角了，那本仙子就先走了。圣子，白小姐为何没来？哎，说来话长啊，本圣子曾经邀请白梦珠一同前来，奈何梦珠被恶徒歹人所要挟，纵然有意也无法前来，本圣子也很遗憾。什么？白小姐被人要挟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干出这等犯众怒之事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圣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人仗着自己对白家有些许恩情，对梦珠呼来喝去，给他端茶倒水，当下人一般使唤。现在梦珠恐怕还在一个破村子里，被强行要求着为一群村民看病。可恶啊，天下竟然还有这种无耻之人，真是气煞我也。我们的女神被这样对待，别让我看到她，否则我必会出手教训那此人哭爹喊娘。圣子，他行事这般引起众怒，这人姓甚名谁？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此人叫陆晨。什么？陆晨？怎么了元直，你难道认识此人？明皇子，在之前的时候，你让阿大和阿二灭的那个人便是陆晨。哦，是吗？那还真是巧了，这陆晨真是人人得而诛之啊。怎么，难道明皇子也知道此人？圣子，实不相瞒，陆晨此人曾经轻薄过我身边这位李姑娘。就在刚才，此子已经被本皇子所斩，早已成为刀下亡魂了。果真如此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，那陆晨可不是泛泛之辈。圣子放心，我派去的是日月神朝的无影剑客，身心无影无踪，灭人于无形之中，被他俩盯上的家伙无一幸免，这陆晨绝对活不下来。是吗？哎，这是白小姐，白小姐竟然来了。陆晨，你居然没事，阿大阿二呢？那俩傻货吗？被我灭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想到这陆晨竟然能在两位无影剑客的手上活了下来，那两个人真是废物。此人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陆晨，这种无耻之人还敢出现在芝兰盛会。白小姐，我替你斩了这个小人。圣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对大家说了什么？梦珠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他对你呼来喝去的，实在是这陆晨。住嘴！从今日起，你我之间的那点同辈之情，一刀两断。什么？可恶！和梦珠多年来交情，还不如一个相识不久的小子。都怪这陆晨。陆晨，本皇子看你平平无奇，就凭你也能是无影剑客的对手。你给我如实说来，是不是你使了什么卑鄙的手段暗算了阿大二？什么？这陆晨未免也太嚣张了，竟然敢当众打脸明皇子。你这下好了，得罪了明皇子，他这是自寻死路啊。敢对本皇子动手？
我动手了又怎样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为何不敢？很好，我以为我已经够嚣张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比本皇子都要嚣张。小子，你找灭！大日神掌！陆晨，你小心啊！雕虫小技，给我挠痒痒都不够格，你无需担心。忘了，凭我住手！白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银皇子，请自重。白小姐的修为提升了好多啊，看样子应该有了硬扛明皇子的实力了。的确，白小姐之前修为并不高，只是道行高而已，现在两人恐怕不相上下。白梦珠，你让开，再教训这个狂妄之徒。皇子，此事是你有错在先，你若再敢动手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是你逼我的，现场不可容。这是明皇子的血脉灵兽，日月神朝的皇族子弟都会觉醒血脉灵兽，而明皇子觉醒的血脉灵兽最强的是传说中的三头狮王。挡我者灭。那就放我过来吧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鞭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。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圣殿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